庄兄弟加入丐帮时日尚浅，非但对丐帮没有半点功劳，出手更是狠毒无比。这与丐帮一向之光明磊落全然不符。吴长老此言差矣啊！既然已经立下在帮内比武遴选、帮主人选的规定。 那自然是要按比武结果为准呐。所谓英雄不论出身，这位庄兄弟虽然刚刚加入丐帮，但是要论起武功实力，皆在诸位之上啊。你，即便是几位长老一起出手，也未必打得过吧？你，这样的人做丐帮的帮主，才能重振丐帮声威，将丐帮声名远扬。 吴长老，如此坚决的反对，是不是还对乔峰那厮有点留念？你血口喷人！众兄弟，大智分舵舵主玄冠卿，率众兄弟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 还请陛下免去我南苑大王一职，以绝后患。平楚王定江山，乃弟弟的义举，就算大辽江山，朕也愿与弟弟同享。准你前去，寻得阿姊速速归来，免生事端。 回来，谢陛下。